结果另外要接我去他家去吃饭，本来我还想着不去的。咋不去啊？上次带面肯定是有事儿没有去，这次俺姐回来了，俺妈特意让我过来接你呢。那不是不好意思去吗？有啥不好意思？咱一家人搁一块吃个饭嘛。嗯，那行。哎，对了，我买礼物的，你直接也拿车上去吧。你买那值啥的？你每次去都买东西。没事，这拿回去叫咱姐他们吃。嗯，下次可别买了啊。行。你说。啊，现在不用买东西这种，你后头去你也买东西，那个再有时候我不好意思喊你了都。这那怕啥了？这花不了多少钱嘛，赶紧走吧，你放车上去吧。嗯，那你赶紧上车吧。嗯，俺妈估计这会儿东西收拾差不多，一会儿开始做饭呢。行，那咱也早点过去，我好过去帮帮忙。哎呀，没事啊，不用帮忙了都。玉露，俺妈这会儿估计都收拾开始做饭了，我听见外头那个油烟机响了。妈，玉露来了。哎，玉露回来了。嗯，姨。来就来了嘛，不用拿东西。不拿啥。然后接着。你走着饭了？啊，我走着饭呢。等会儿我也过来帮忙。要没事，不用着裤子装。哎呀，让俺妈弄着装，你赶紧上午吧。啊，走，赶紧上午吧，走。这也怪快了，一眨眼就满月了。给恁俩吃的草莓。嗯，得有点吃点吧，有。嗯，走。哟，可是谁见我谁都说一个月过来可快，但我感觉过来可慢。哎呦，简直度日如年。你这算是，哎呀，我感觉每个妈妈都是找我劲儿啊，可辛苦了哈。啊，没生之前，到最后又想赶紧早点生吧，赶紧生吧。生了之后真是天天吃也吃不好，睡也睡不好，一黑都得起好些回，黑都有时候还搞人，睡真是睡不好，成天的缺觉，可瞌睡。可是，嗯，哎呀，真是，哎，反正这慢慢熬了得。嗯，是的，慢慢大点都好了也。嗯。别一会儿你抱我去，这不是谁都敢抱吗？不是，哎呦，好长时间没有抱个小伙，看舅妈抱的，亲亲小外甥，看谁来了？你说背着背着，老是睡也可香，黑都到黑前都闹人了。嗯嗯，胖乎乎的，嗯，是不是好看？还怪乖的，嗯，还怪乖的。该么，一会儿赶紧吃吧。嗯，行。